大家早上好，我刚刚起床，哎呀，洗了脸，刷了牙，看看外面的天气，真的，蓝天，一点云丝都没有，因为昨天刮大风啊，风都没有了，风平浪静。想想今天吃什么？早上起来就这个模样，好像还没睡醒，要的就是一杯咖啡，咖啡加蜂蜜。因为鼻炎，所以朋友跟我说要喝 local 的蜂蜜，欣赏着风景，喝咖啡，哎呀，这外面的风景，两口咖啡下去，现在可以说话了。有的时候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很舒服的，因为你退休以后就是这样的生活，慢悠悠的，每天想做什么就慢慢的做，没有一点点压力。那也是你年轻时候奋斗来的，真的 ，no free lunch， 还是这句老话，年轻的时候我可以这么说吧，很辛苦。当然我是学艺很辛苦啊，是我喜欢的项目。一个人如果去做你喜欢的东西，你就会觉得很开心，再苦也无所谓。昨天有朋友跟我聊，他说哎呀，你那么无聊，你要不养个猫，因为我做了试验不能养狗，猫还可以养。 Sam 说等他驾照考完了以后让我去领养一个猫。但是第三口咖啡下去，脑子才开始可以活动。我又想到我的咪咪，我跟他说妈妈再也不养猫了。有的时候觉得太伤心，因为我经常要旅游啊，现在是没办法，算了，还是不养了。因为养了以后，万一我以后要来来回回的飞的话，那猫咪又没人看了，我又得把它带回上海。记得那年我把猫咪带回上海，你说烦不烦？那个电话铃就不会停的，一天烦死了。终于停了，你看啊，我在这里说话没几分钟，那铃又响了，我已经是把它开到最低最低的声音了。再来一口咖啡，我想应该彻底醒了。所以说到底养不养猫咪再考虑考虑吧。我是觉得我好像还没稳定下来，等我哪天真的不能跑了，只能待在美国了，或者只能待在一个地方了，我有可能就养一大堆的猫，一大堆的狗，然后在后院不是种菜了，在后院搭一个暖棚，玻璃棚，把那些猫狗都放在那里，然后白天带着狗去海边遛狗，没人说话的时候就跟猫猫狗狗说说话。你听我说，他们真的很忠诚的，哎，真的比人忠诚。看看我这个睡衣又是拼多多买的，我买了两套，这是另外一套，特别暖和，晚上就不需要盖很厚的被子，一条被子就可以了。之前我总归是要上面再压一个毯子，
因为盖的是鸭绒被啊，所以大冬天呢就要盖毯子。但是穿了这个衣服啊，不需要盖毯子。早晨起来，我不出门也不换衣服了，这一天有可能就穿这个衣服。我买两套，这样可以轮换着穿。我把这个网址放在上面，很便宜的，懒得去理发店。前几天自己又把头发给剪了，自从上次剪了以后就那么长了，但是夏天又不想把它剪短，剪短了扎不起来了。我这个是蒸笼头啊，稍微热一点，身上没出汗，头上先出汗，所以忍着吧，过了热夏天再去剪。最终我还是换掉了睡衣，戴着帽子准备去地里。快成凤飞飞了，神经病，我又买了好多帽子。这个帽子呢，是我晚上睡觉有的时候会戴，它是布的，就这样的。有的时候洗脸啊、卸妆啊或者什么的，我都会戴，很舒服，很软，它就是一块布，什么都不是的，也是拼多多买的。哎呀，真的，我好像帽子大概已经买了七八顶了，现在得住手。我又摘了好多金钱花，你看给我摘过以后没有花了。然后拔了不少胡萝卜，那一盆胡萝卜基本上应该还有这么两次可以拔吧。真的好甜好甜啊，那个胡萝卜，我生吃的，有凉拌的，反正是因为我喜欢吃萝卜啊。我好像不是属兔子的，不过真的，今年的萝卜雨水好，长得特别的甜。胡萝卜的叶子是不可以吃的，所以我就让它堆肥，反正都不会浪费的。正好还有一些萝卜是昨天摘的，今天准备凉拌几个菜。这个萝卜的叶子呢，你腌制一下啊，它可以吃的。我把它清理了一下，把黄叶子拿掉，把绿的叶子啊拿回去，把它切成很小的一段一段，然后放粗盐把它腌着，腌了放在冰箱里，你放一个礼拜都没问题的，然后可以拿出来炒毛豆啊、肉丝啊都可以的。同样黄叶子都可以堆肥，所以我种的东西真的不会浪费啊。种在小桶里的西兰花拉贝也把它拔了一些。前几天摘的儿菜吧，我把叶子呢已经做烤菜吃掉了。最近真的拔了好几颗耳菜，然后杆子呢我把它切得很细的，也是腌制了放在了冰箱里，然后把耳菜的上半部切下来就比较嫩的，然后把它的耳一颗一颗的掰下来，然后把老皮掰掉。这个耳菜啊，这个耳跟上半部啊，我把它放在塑料袋里放冰箱，过几天吃也没有问题的。这一包也很多了，我都没洗，就直接放到袋子里，然后把气放掉以后直接放冰箱，那是吃一个星期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把上面切成片，然后用那个粗盐腌制了。地里又长出了一些雪里红，我把它切得很细，放点粗盐把它腌制了，也放冰箱里。雪里红你腌了以后可以放在干净的没有油的那个瓶子里，它可以放很久，最好是放到它发黄哦，那这个就是咸菜了，是很好吃的。我总是地里看到有就抓一批上来，然后就慢慢存存存，就存成一瓶啊，就不去弄它了。放在瓶里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压紧啊，
然后我再来处理这个儿菜的杆子。儿菜的杆子你只要把皮哦扒掉了，它是非常好吃，非常脆的，真的我觉得比榨菜还好吃。但是我也是发现哦，就是种在地上的就水分比较多，特别好吃啊，种在盆里的就有点干，但是没关系，就是多刨掉一些皮吧，还是很好吃的。然后把它放些粗盐，我大概也腌制了一个差不多一天一夜吧，出来了好多水，我是盖上保鲜膜，然后上面压一点重的东西，那正好有雪里红，我就压上去了，放冰箱，要吃的时候拿出来你们看。这是我前几天拔的榨菜，然后把榨菜头切成一丝丝的，放了盐腌制，腌制完了以后放在一个布袋里，想把这个水啊挤干净，然后我还用重的东西压在那里，想再压一点水出来。今天我把冰箱里已经腌制了一天一夜的儿菜拿出来，你看那个榨菜压不出什么水，但是看看这个儿菜压出来好多水哦。我就随便把这个水拧一下，把它拧干，看那么多水，尝了一口还是很脆的。我放了一些甘蔗糖，然后放了麻油，还放了韩国人的这个辣椒粉，他那个辣椒是甜辣椒，不辣。最后撒上日本人的芝麻苔菜，然后把它完全搅拌一下。我盛了一小半给我的邻居，哎呀，他说 Lisa 这个太好吃了。另外一个凉拌菜是拌萝卜，是两种萝卜，一种是紫萝卜，一种是胡萝卜。紫萝卜我把皮掰了，然后胡萝卜我放在醋里边泡了一下。这紫萝卜它是不脆的，因为它是水萝卜，所以呢是软软的，但是很甜，它的这个甜味啊没有萝卜味道的，我还是很喜欢的。有的朋友说不怎么地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它特别有味道，就是不一样的味道吧。反正我是很喜欢吃萝卜的，各种萝卜，所以我把它切了一片片，然后再把那个胡萝卜也是切了一片片。真的吃萝卜我好像是吃不厌的，但是也就这个季节可以吃啊。我放了一些盐跟新酱油，柠檬汁，搅拌一下，挺好吃的。这个胡萝卜跟那个紫萝卜都是有一点甜甜的，吃起来很爽口的。我记得我在法国的时候，他们就是用胡萝卜啊，把它刨成丝，然后就放一点点柠檬水，别的什么都不放，让它最起码腌制个两三个小时，然后吃，特别好吃。我明天想试试看，主要是法国的素菜嘛，它都是有机的，所以特别有味道。最后我把榨菜拿出来，也是放了一点糖，放了一个辣椒粉，然后放了麻油，让它腌制，我准备让它腌制四五天，因为它真的没有儿菜那么好腌，儿菜一晚上就可以了，这个榨菜吧有可能要腌久一点。我不想做泡菜，家里有两个泡菜坛，以前我都泡各种东西，我都泡，尤其特别喜欢吃的就是泡萝卜泡榨菜。但是医生跟我说我现在胃酸很厉害，胃酸会倒流引起咳嗽，所以哎，鼻子又倒流鼻涕，胃酸又往上那个冒酸性，所以把我那个嗓子啊，真的现在真的变成烟腔嗓子了。以前吧声音特别干净，很细的，声音很甜的，然后为了要唱流行歌曲吧，就开始学抽烟，硬是要把嗓子就是搞成粗的声音。天生我的音域就比较宽，然后又是学过声乐的嘛，所以知道高音上头腔是怎么发声的，然后低音胸腔的声音又是怎么发声的。学过声乐的人都知道，尤其是唱歌剧的，他的要求就是音域要宽，然后他就可以塑造不同的角色。现在是什么都不用抽烟，烟我早就戒了，这个酸，胃酸跟鼻涕的这个酸，把嗓子真的变成咽腔声音了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只要我的声音还在，我就可以选择不同的歌曲，
来演唱。今天早上我因为把我的声卡又重新安装了一下，然后试了一个《鬼迷心窍》，那是李宗盛的一首歌，我特喜欢它里边的歌词，然后曲子也写的非常的好，好喜欢，我就在那里学唱。等我学完了，基本上已经学好了，我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吧，然后我录音来给你们听啊。这是前几天用儿菜叶子做的烤菜，好多朋友跟我说，哎呀，我们用你这个方法做了好多各种各样的烤菜，有的人是用青菜做的，有的人用大白菜，大白菜做出来跟你们说不是很好吃的，芥菜做出来是非常好吃的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去买两颗芥菜来。我用的这个是儿菜，做起来很简单啊，只要放点油、酱油、糖啊就可以了，放点水就让它炖，炖到的颜色都发红了，像我这样就可以起锅了。这个菜啊，冷的也能吃，不一定要热的，所以中午煮好了到晚上照样可以吃。昨天我做了好多菜，朋友都说你们家菜每天那么丰富啊，就想来你们家蹭饭了，都说要来蹭饭所以我今天是很简单，就昨天做的那个鸡吧，还有一点，还有那个鸡汤，我就放了一颗大白菜，那颗大白菜大概买了要快一个月了，外面都发黄了，就里边还有，还不错。然后放了几条年糕，给你们听几句我早上在学的那个鬼迷心窍啊，因为 YouTube 啊，它有 copyrights， 所以不能放整首歌。我已经快四年没有开口唱歌了。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，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，在那青涩的情字也忘不了，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。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，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，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，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。是鬼迷了心窍也好，是前世的姻缘也好，虽然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。是命运的安排也好，是存心的作弄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。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爱情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。好吧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你们的关注，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 weekend， 拜拜。